再来一个，哇！这球被扫中，在左半边出现了频繁安打。部长今天单场个人的第二支安打出炉，副班长团队的第八支安打。这球打进场内，来看一下游击手没有办法拦截，形成安打。哦，申浩伟今天单场个人的第三支安打出现。哦，今天是完成了猛打赏的表现，果然是寿星。明天过生日。今天火烫烫，因为明天没比赛。今天提前庆祝了。没错，捕手蹲外角，中间方向，刀手挡了一下之后呢，二垒手踩二垒再传上一垒，还是来得及。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双杀守备啊，结束了富邦悍将在七局下半的攻势，一度攻占了得点圈，但最终是留下了残垒。